2012年的时候呢，年仅23岁的一个贵族子弟，也是个单身，他呢叫 Philip Sasson， 他就继承了这么一个偌大的家产。他继承了这个家产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灰色和黑色的外砖墙敲掉，然后变成了玫瑰红色的外墙，这也是我们即将看到现在的 Mansion House 的主体墙。这栋楼呢，现在已经被列为国家的二级保护性建筑了。他把黑色的砖头变成了玫瑰红色，第二件事情，他种了100万棵水仙花。这两件事情做完之后呢，咱们的菲利普先生可真真正正的把他自己变成了英国版的 Great Gatsby。 他把这大门一打开，开始大设宴席啊，他把当时社会上的这些名流 A 级演员还有政府要员全部请到了家中，这其中包括丘吉尔首相、喜剧大师卓别林先生，还有各类名家演员。就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留下了一张丘吉尔首相当时宝贵的照片。2015年的时候呢，英国著名的本土上市开发商伯克利集团把这一整块地皮全部买下，开始打造250多套规模的公寓和别墅小区供大家使用。在这个小区里边呢，我们还能看到有这些100多年历史以上的建筑，它呢都是把外形给保存下来，然后在里面进行翻新和改建。你看，像我右边的这个以后会建成公寓，那么在我左手边的这两栋楼呢，以后呢将会变成别墅来交房使用。Hello, Laura. Hi, Sally. How are you? Good, thanks. How are you? Good.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to us? Sure, follow me. Let's go. So, Trent Park sits within the wider 413-acre country park. Trent Park, this development, is 56 acres. We are currently selling phase one, which is all of this section here, is a mixture of apartments and fully detached houses and semi-detached.We're building 270 new homes between 2018 and 2023. Our next launch will be the King George Collection, which is this section down here. And this will be a collection of fully detached 4- and 5-bed houses. Residents will have access to the Lawn Club, and that is a residents-only lawn club. It will host your gym, which is in the Orangery Building,swimming pool, which is an open air pool, and then also your tennis courts, and then you also have a shuttle bus running from 6 a.m. until 10 a.m. to and from Oakwood Station with various stops around the development.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先带看一下这套四居室的别墅，室内使用面积一共是192平方米。我们进入到一楼第一个房间呢，是这个厨房和会客厅、餐厅的地方。您看到颜色的设计呢，是非常现代也非常温馨的。今年比较流行这个大理石这个台面哦。这个房间虽然很小，但是非常的实用，也是符合英国人的这个本地的生活习惯的。您可以看到，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到这个旁边的这个公园草地上去遛狗，带着孩子回来之后，大家都非常的脏，把鞋子往这一拖，脏衣服一拖，放在洗衣机里面，把该放在这个厨房里面外面的东西呢放在这儿，然后一家人干干净净的，头也擦过了，然后就到这个厨房的空间了，在这里面做做饭，洗洗菜。一边做饭的时候呢，还可以一边的跟家人去聊天。那如果夏天天气好的时候呢，在这个后院里头做做烧烤。哎，你看后院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的那个房间，还可以放不少东西，真的是非常惬意哦。一楼的 landing 是很宽广的，让人觉得空间很大。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主卧了。主卧我很喜欢的地方呢是，它的空间设计非常的巧妙。你看左手边这个是浴室，你看到有两个洗脸的，它和它两个洗脸的水池，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就不会互相的去争吵这个空间了。这边的这个衣柜呢，你可以来看一下，很聪明它的这个设计，外面是有明窗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放一些衣服，所以这种打包的衣服。利用得非常的好。在
楼上呢，也就是地上的第三层，一共呢是有三个房间，三个房间里面呢。